好，我是婉婉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，想了解二手机行情，那都关注我吧。有锁机已经实现插卡即用的解锁方式了，但用有锁机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换卡贴了。三种全机我们已经改好了，双卡卡槽，128G 拿货价是5400，婉婉加个跑腿费只要5699。如果你还怀疑这种机器有问题，那婉婉现在就给你们现场演示一下什么叫做插卡即用。看，这才几秒钟就已经出信号了。有锁机最大的缺点：一、担心不会解锁；二、担心频繁跳激活；三、无法自动恢复信号；四、续航掉电快等等问题。以上四个问题用上婉婉家这种最新的解锁方式：一、收到货插卡即用；二、不会有跳激活的页面；三、掉信号会自己找回信号；四、配合美国原卡续航不拉胯。很多人都说有锁机狗都不用，婉婉觉得没有必要对卡贴机抱有偏见。或许它不是你的理想型，但或许它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性价比。那么只要5599的是 CPM， 你会考虑吗？评论区告诉我。